对，我现在已经把妆都卸了，我都把脸都那个叫什么护肤品都擦完了，觉得这里光线还不错，趁睡觉之前再跟你们播个10分钟，对，说个晚安，10分钟啊。那我就播到07，对，哇，今天卸了妆真太舒服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是6点钟，6点钟开始化的妆，然后一直带妆带到了10点多，而且这个妆我是就是早上不是在那个去赶高铁嘛，高铁坐了5个多小时，然后5个多小时我中间都在睡觉，然后我带妆睡觉，然后就反正你知道吗，带妆睡觉就是。然后有时候脸上要出油什么的，也很难受。谢谢圣圣表的一票，哎，谁呀？谢谢这位朋友宝的奶茶，来啦，来啦！我在直播，我在直播。哦，谢谢，拜拜。Coco 一来给我送了个东西。明天几点起？明天7点起。明天7点起。谢谢剑客宝的奶茶，谢谢冰淇淋宝的奶茶，谢谢牛轧糖宝的一票。对呀，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好像10点钟有个什么照要拍，然后拍完照之后好像我12点。到3点是没有事情的，我握手会是3点才开始的，所以来握手的话，感觉可以3点再来，谢谢法宝的10个巧克力，谢谢牛轧糖宝的一票，我刚刚谢过了吗？我都有点困了，说实话已经。今天拍立得竞拍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又不拍，我不拍，可以问问要拍的人今天有没有竞拍。我跟谁一起住？我还是跟老室友一起住的。对，会早点休息的。对，明天可是重要的首演呢，我一定会睡够的。就算啊，我有点可能有一点一下子睡不着，有一点点失眠，但就明天，3点之前也可以睡一个午觉嘛。对，状态肯定还是要保证的。谢谢睿智宝的一票，谢谢冰淇淋宝的奶茶。哦，超话机了，哦，已经12点了。哦，这3分钟好快呀，还有7分钟哦，大家。谢谢狮子宝的一票，哇！谢谢轮子宝的99票，谢谢。对，我是素颜，我刚刚也跟你们说了，我带妆太久了，太难受了。然后今天还排练嘛，就是我们在那个青岛这个剧场排练，然后这个就是身上也出了很多汗，然后我一回来就把自己收拾收拾了。然后等会儿就准备直接睡觉了。明天会贴双眼皮贴，我已经放弃双眼皮贴了。谢谢睡觉监督协会的一票，我今天乖乖睡觉哦。不贴双眼皮贴，我已经放弃了，真的。我现在帅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眉毛好淡啊，这么看，哎呀，不行，挡着，挡着播。明天什么风格的私服啊？明天我好像带了有2套衣服，不知道那个场馆冷不冷。因为我两边双眼皮不太一样，所以而且我的双眼皮其实还蛮薄的，你们能发现吗？就是我如果把眼睛睁到最大。但是有点内双那种，但是我已经跟这个双眼皮斗争了很久。
但我打不赢他，所以我还是放弃贴双眼皮贴了。谢谢健客宝的一票。哦，他们现在好像在吃刚刚点的东西，我没点，但是我想去蹭一口。刚刚点的时候我不是很饿，因为想着要减肥嘛，也不是很饿，但现在说实话有点饿了，准备去蹭一口，他们肯定吃不完，我去蹭一口。我是为那个什么不浪费粮食做贡献。他们点的什么？点的好像是一家什么私房菜，点的是一家私房菜，然后那家私房菜就是一些那种炒菜，对，然后好像也有那个青岛特色一点的菜，好像有个什么青岛凉粉，还有个什么那个，哎，名字我不记得了，感觉还挺特色的。对，蹭完回来就睡觉，而且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之前跟你们说过没有？就是睡前你不要饥饿入睡，你就是你如果太饿了，你最好吃一点东西再入睡。这样反而你的那个就是反而还会就是变轻，对，反而是有减肥的效果呢。就一定不要饿着入睡，那对胃非常不好。对，还有4分钟下播去蹭一口就睡觉了。哇，今天去那个青岛那个剧场，哇，那个剧场的那个舞台好大，它也不是大吧，它是深，它特别深，就特别的宽。可能长是跟我们剧场差不多长，但是它就宽，可能是我们剧场的2、3倍宽。没事，我们不理他。对，没事。我是从一堆马赛克里面看你们的留言呢，练练视力。啊，谢谢风雨宝的奶茶。谢谢应援棒。哎，马赛克怎么走啦？谢谢牛轧糖宝的一票。谢谢应援棒，谢谢。这些插队应援棒，哎呀，我给你们看，我今天早上想着那个高铁上会渴，买了瓶尖叫，然后当时那家便利店有那个蓝色和绿色的尖叫，我一开始在想，哎呀，那我买哪个口味的呢？然后最后选了绿色的尖叫，为什么？因为绿色是奇迹的颜色，是插队的颜色，是希望的颜色，是最强的颜色。我小时候都是这么和尖叫的，就是他不是有那个喷嘴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哎，啊，怎么挤不动？怎么和的？哎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平时我还是一个猛男的，我都好多年没有看过红色尖叫，就可能它难喝到便利店都知道不应该进它。很多年没有看到过红色尖叫，你想要喝红色尖叫，你还得去那个什么淘宝上买吧，好像。人参味的，哇，那我觉得红色尖叫应该是最营养的吧，人参味应该很适合我们那个什么熬夜人士喝，是吧？我就小时候，那时候还是个小学生，喝了一次红色尖叫，哇，此生难忘。洗洁精包装也要换包装了，洗洁精它包装像洗洁精，但是它好喝呀，我记得它好喝。对，绿色和蓝色的尖叫好喝，就绿色和蓝色尖叫的味道，我其实觉得差不多。红尖叫难喝到尖叫。
红金教师为了路边的喷调料，哇，这个哦，哇，真的耶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路边摊也是，就那种卖凉面还有卖烧烤的路边摊，他们就用尖叫来装那种，可能有一些迷之啊，独家秘方的那种水水，是吧？你们那边也是啊，全国通用吧？这就是红色尖叫的作用。谢谢戴宝的99个应援棒。哎呀，我都没想到那个水水，你们反应还挺快。谢谢十二宝的水水在思考。我刚刚，你们看我现在穿着浴袍嘛，我刚刚也是这么去那个水水他们房间的，因为我要去那个什么借奇境的那个卸妆的东西，对，我没带，哎，我什么卸妆的东西都没带，太差了。什么卸妆的、洗面奶，还有那什么，哦，我刚刚擦脸的，我都是借的别人的。也因为现在没有化妆，现在没化妆，谢谢小瑰宝的巧克力。我裹得这么严实，还夸性感，浴袍有什么性感的？哎，不过我今天还是第一次，就是穿着浴袍，在这个走廊里面走了一下子。水水他们在我们隔壁的好几个隔壁。露脖子了，哎，裹上。哦，都09了，哎呀，我该去蹭饭了，不然一会儿被他们吃完了。好的，走啦走啦，拜拜。不许说素颜比化妆好看，那我化那1、2个小时是干嘛啊？不许说素颜好看，拜拜。让我觉得我那1个小时在干嘛？我在许愿吗？我在做法吗？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晚安。你看嘛，素颜有素颜的好看，化妆有化妆的好看，对吧？我顶个这么大张脸，是吧？我也扛不住那个镜头啊，是吧？那镜头里面我就是一个那种土娃娃，谢谢可乐平原宝的一票，谢谢慧慧是读慧吗这个字，慧慧子的那个巧克力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十二宝奶茶，走啦，晚安晚安，好梦。